尊敬的各位老师，亲爱的师弟师妹们，大家上午好。首先，请允许我代表园子里的师兄师姐，代表清华大学学生会，向九字班师弟师妹们的到来致以最热烈的欢迎。在过去寒窗苦读的十多年里啊，大家一定都做过很多的选择题。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，我们或是需要精密的数学计算，或是需要缜密的逻辑推理。考入清华的大家一定都做对了其中的绝大多数。但我更想要恭喜大家的是，一个多月前你们很可能做对了人生中一道非常重要的选择题，那就是选择清华。人生并不会因为大家选择清华而变得简单，今后小到选择什么样的课程，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度过课余的时光，大到在未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向，这些大大小小的选择会串联呈现，构成我们最宝贵的清华时光。今天在这里，我虽然不能告诉大家每一道题的答案，也不能预知每一种选择的结果，但是我可以和大家分享的是，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成长过的清华人都做着什么样的选择。清华人的选择是少一些盲从，多一些探索，更自信更开放的清华给我们更大的舞台。各位师弟师妹，你们将有至少四年的时间去探索新世界的广袤。虽身在清华，我们却可以不必把脚步设限于清华。每年的寒暑假，清华学子们都会奔向祖国大地的四面八方，开展社会实践。能动系五字班的冯晨龙同学，立志要做最苦、最累、最折磨人的实践。三年的时间里，他累计为贫困乡村及中小学搭建太阳能路灯五盏、太阳能灶20台、太阳能热水器40台。身在清华，我们的知识源泉也可不止于中国大地。2018年，超过50%的本科生在学期间有海外学习的经历。学校新成立的学生全球胜任力发展指导中心，也将助力我们走向多元文化交流的世界舞台。身在清华，我们甚至可以不必把目光拘泥于地球表面。下至2400米深的暗物质实验室进入加快建设新阶段，上至天河计划首颗实验卫星发射成功。或许你会觉得不可思议，但天河计划学生兴趣团队的组成人员正是我们身边的51位本科生。身在清华，不只有1000、1万种选择去做的事情供你挑选，不盲从、有主见的你更可以尽情探索，去创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选择。清华人的选择也是少一些安逸，多一些拼搏。清华人虽然美丽，但未来大家将要面对的绝不是花团锦簇、无忧无虑的乐园，遇到困难、挫折和挑战都是非常平常的事情。在过去的4年生活中，我也曾经历过很多个看上去惊心动魄的时刻。渐渐的，我发现了两个规律。第一个规律是，起起是偶然，落落落落才是我们生活的常态。用一颗平和从容的心去接纳困难，才能让我们拥有更好的状态去战胜它。第二个规律是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各位师弟师妹，当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不要觉得自己是唯一的一个，在你之前，在你之后，都有无数的清华人在这里经过摸爬滚打，蜿蜒成长。就在昨天，在座的大家都领到了一包新学期的学习加油糖，这4000余份创意糖果都是由清华大学学生会的师兄师姐们亲手包装的。糖果虽小，但却饱含了我们对大家最真挚的祝福。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咬紧牙关，选择去做一个坚持拼搏的清华人。清华人的选择还是少一些推脱，多一些担当。祖国终将选择那些选择了祖国的人。清华前辈们用自己的选择响应中华民族对我们的号召。
百年前，他们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，选择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，探求人民的真幸福。他们在抗战的烽火中，或矢志学术，或投笔从戎，前后有千余人选择参军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清华人仍然选择站在服务祖国与人民的前线，用密云水库交上一份实干的毕业答卷。还有23岁半的清华前辈们，用双手撑起祖国原子能事业的春天。前辈们曾说，选择了清华，就是选择了一生的责任。这份责任对我们而言，其实不是遥不可及。我们可以选择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，关心身边的朋友，在寝室、班级、各个集体里发光发热，付出一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去体会为他人奉献的快乐。今日的我们，也将为未来承担更大的责任，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亲爱的师弟师妹们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选择探索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挫败，选择拼搏往往让我们远离他人脚下的捷径，选择担当意味着要付出更多默默无闻的汗水。或许在你之前的印象中，清华人都是绝顶的聪明，精密的数学计算、缜密的逻辑推理会帮助他们做出在短期内收益最大的选择。但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，出于对探索未知的渴望，对追逐梦想的赤诚，对祖国大地的深情，那些当时看上去没那么实际、没那么安逸、没那么划算的选择，往往正是属于清华人的选择。这样的选择会在长远的未来里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亲爱的师弟师妹们，清华一定会成为我们一生的骄傲。但希望考上清华只是大家人生的新起点，而不是顶点。选择清华，你一定会不虚此行。也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每一个岔路都能做出属于自己最清华的选择。亲爱的九字班，再一次祝贺你们，期待你们在清华园都能不负过往，拼搏现在，成就未来。谢谢大家。